哇，中华菜馆儿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你看旁边还有一个将军庙，真是不容易，居然在这个蓝蹦啊，班达尔蓝蹦，还有这个中餐馆，我们来过去尝一尝啊。您好，您好，可以讲中文吗？不可以啊。가비사모어머만나린라기왜만사요가비사哦，가비사 Hello， 이부부냐바바비사아가비사야 OK， 가봐봐사요비사我们马上休息啊。请你不干我的喇嘛班啊，我的不是的喇嘛呀。啊，这里이부바바아스리달리차이나啊，不干。特别独立上一度 restaurant China China 中餐馆。要的，谁还不称 ？Yeah。你慢了。没价不知道吧？请你啊，没价，请你比上。这把故事厉害蛋，厉害蛋老师，请你比上，请你比上呀。等等，听见了，听见。这里 boss， 大力 China。boss， 大力 China。有没得那边那个呀？巴比红，是吗？你念吧，那讲啊。沙油儿米，你米粉。玛莎豆腐。cap cai ada。ada。cap cai satu。cap cai， pakai dagingnya B2。yang mana？ coba。cap cai-nya mau daging ayam apa daging？ tak usah， tak usah， tak usah。ini ada cap cai goreng， ada cap cai kuah。ya。cap cai。cap cai ayam lah。cap cai ayam。ya。nasi satu。ya。beda aja。对，待会儿把那。ya。点了一个这个炸酱啊，炸酱。OK， 他们洗洗手，休息一下啊。这还有旁边还有一个将军庙，等一下进去看一看。哦，姓邱，九，邱，邱，邱。哦，啊，这个也是在饭店这边碰到了一个大哥啊，也是这边的华侨。姓邱。这个大哥是客家人，这里哈卡呀，哈卡，哈卡 ，OK。所以您的爸爸从中国来，大力大力大力 China， 中国来，中国来了。哦，然后冷蹦沙拉蛋，把那 Chinese 的，很多，很多，马西马酿，哦，哦耶耶，这个将军庙啊，将军庙，是的，乌德拉玛，是不拉央 Temple， 一定知道吗？哦，一定啥子？我的喇嘛呀，喇嘛呀，呀，1970年啊 ，OK OK， 呀，哇，好了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，呀呀，啊，刚才这个老板这个阿姨中文讲的不太好，她是客家人 ，K 啊，奥朗 K， 哦哦，因为 K 客家人，客家，啊。您是从加里曼丹来吗？加里曼丹，加里曼丹不是，不是，哦，就在这边。等于您的父亲，父亲是从中国来。他们最早做什么呢？最早您的父亲在这边做什么呢？小妹做生意。做生意还是，也不是，苦力哈。打工啊。打工。哦，等于您是第二代华侨了。对。第二代，哎呦。现在您的孩子们会讲中文吗？不太会了啊。这边我看，好像很少啊，中国人好像华人很少，很少，很少，不多，可能棉兰比较多，棉兰，巨港，嗯，巨港比较多。加里曼丹也多，昆甸、山口洋，对，哇，很高兴见到您。
您贵姓？刚才姓李啊。李，忘记了。木子李。啊、嗯，木子李，哎呦，厉害！您真厉害，这么厉害呀、啊！哇，在这边还能碰到这个会说中文啊！哎呀，刚才走这个山路啊，绕来绕去啊。你啊，从这个码头过来，从码头，我从雅加达过来。打车。骑摩托车。骑摩托车。骑摩托车。啊，今天从雅加达过来，刚刚过来。我要去阿切。阿切。啊。苏北。对，苏北。哇，您厉害，苏北。从那边再到巴当，再到托帕，再到巴当，再回来一圈。巴当。巴当。巴当岛。哦，没有，不是去巴旦岛。巴当。巴当。拿起巴当。巴杜。哦，巴东，对，巴东。哦，您都说中文的地名啊，厉害。巴东。嗯，对。中马达西部。对，西部，对。然后从丹道托帕，然后下来，缅南一圈啊，到阿切下来，大概要4000多公里，那要，三个礼拜，对，我骑我的摩托车，Supra X， 对，Supra X， 对。我骑的里面有帐篷啊什么的，不该自己一个人，啊，想知道这个斯门达腊岛棉兰啊，我们这边的巨港啊，这边我们的华侨啊怎么样，生活怎么样？您这个店开了多长时间了？开了多久了？70年了都。74年开的，哇，那现在84、94、04、14、20，50年了，50多年，50年了，整，今年，哇，好，我先吃啊，我先吃，等一下跟您谈，谢谢。当地华侨炒的这个菜比较流行，叫chap菜啊。其中这东西带的很多，刚才找这个充电器找了半天才找着啊。等一下再整理吧，先肚子饿了啊，天也黑了，咱们先吃点儿。你看这个里边它有这个辣椒酱给了，你看这个碗有年头了，这碗吃啊，大哥吃啊。好，对呀，吃的西班牙啊，吃的西班牙啊，不用吧？哎呦，谢谢大哥，哎呀，这大哥还给我付钱了，哇，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嗯、谢谢大姐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呀呀，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小心了，哎，好嘞，谢谢，哎呀。哇塞，你看人这华侨真的是啊，还给小松请客了，哎呀，我这不好意思啊。我的天啊，小松也饿了，先吃了啊，谢谢大哥啊，谢啊，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先尝一尝。它一般都配着米饭，里边有虾，有鱼丸，有菜花，有胡萝卜，青菜，白菜，鸡肉啊，这一份啊。好吃啊。在路上碰见热心的人啊，辣椒酱，
说的是客家话，好像是。饿了。好了，小松你先慢慢吃啊。这个菜叫 chop 菜啊，就是各种肉啊、菜啊、鱼丸、虾混合在一块儿，最后勾一点芡，搭配米饭下饭啊。这是印尼华侨、印尼华人的这个美食啊 ，chop 菜。这个旁边的将军庙，它供奉着什么呀？供奉着孔夫子还是张飞？什么什么？杨家将。哦。哦，等于我们这边有信孔教，然后佛教、观音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杨家将，对，哦，关帝庙，哦，还有皇啊，对，关帝庙，还有关帝庙，哎，皇帝，哦，关帝庙，嗯，还有很多很多神仙啊，好像什么八百罗汉，还有那个。八仙过海好像也有很多种是好了，谢谢，应该叫李叔叔了，不应该叫李大哥。谢谢李叔叔。谢谢。哎呀真好啊，你看碰到了这边的华侨会说中文，真不容易啊。好了，现在咱们去露营地了啊，找露营地。好，印尼小松在中华餐厅啊，在这个中华菜馆，说错了，中华菜馆啊，欢迎大家收看点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记得关注。好，谢谢。